天我给你们测评双眼头套的来了。今天可不是套头的，你是套蛋的。前几天我搁那个抖音好物榜上看到一个牌子，第一的是个内衣的牌子，我就纳闷了，我都没穿那玩意儿，谁搁那投票呢？完了，我闺蜜还和我犟，说人家这个特别舒服，所以我干脆我就买回来一件，当场给你们测评，100来块钱，咱也消费得起。如果它是好，我就当种草视频；如果它是不好，我当场给它撕稀碎稀碎的。就是这个 bra 这个东西，说实话，咱们都是外行，但是你没吃过猪肉，你还没看过猪跑啊？那身边人谁不穿呢？舒服肯定是最重要的。就是我摸这个就没有那个圈啊、扣啊、勾的那些硬不拉几的玩意儿，摸着有种那种就是蚕丝那种感觉。然后我们再看它的弹力也是非常不错的。我刚才突然想起来，我朋友跟我说他这是世界上最轻的内衣，我就拿个鞋垫一比的，你就往那上一拖，不是人家这个轻，人家这个还是那种蟒纱的质感，就是朦胧还透气。我闺蜜还告诉我一个这个特别神奇的点，就是它干的特别快，跟面膜似的，甩一甩就干了，你出门带的特别方便。说到这儿吧，我还忍不住吐槽一点，就是你们女生穿这个玩意吧，能不能藏起来点？换这种薄的，你穿上你再套个短袖看不出来。我以我的能力只能测评这几点。